每年嘅一月同二月，记得认真报好所有员工上一年嘅收益，同埋报清楚佢哋嘅代扣税款。如果唔系，就会搞到自己之余，仲会被罚钱，咁就唔好啦。仲有啊，就算铺头冇做生意，又或者冇请人，都一样要准时交 M3M4 名表噶。总之，如实填报同准时交 M3M4 名表，都系我哋做老细每年嘅责任，大家记住啦。